我们欢迎新北市长侯友宜、台中市长卢秀燕，分别上前拥抱张善政两位五星级市长侯友宜和卢秀燕，先生张善政造势晚会合体帮忙站台，汉子燕子挺善良，蓝营展现大团结，党主席朱立伦和国民党立委也都到场力挺，而即使现场下大雨也同样浇不熄支持者的热情，现场涌进将近两万人支持张善政翻转桃园，让绿地重回蓝天，1126让我们下架民进党，好不好？下架民进党。也现身站台的赵少康怒轰民进党执政，眼里永远只有选票。他只考虑他下次选举能不能连任，他只考虑他的派系有没有分赃，有没有好处。抗中能保台吗？抗中他只是保民进党。保民进党的选票。另一头，台北选情确实相当焦灼，深陷萨卡都局面。一早，蓝绿白候选人还同框市长柯文哲一同出席客家活动。蒋万安、陈时中和黄珊珊颇有较劲意味。但谈到疫苗争议，蒋万安在炮轰政府采购鬼影幢幢。陈时中的谎言正式被戳破了。政府花1000多元去买高端疫苗，高端实际只收了700多元，这当中有300多元去了哪里？到底是高端隐匿？坑杀股民，还是政府隐瞒坑杀全民，又或者是可能两个都是。他也可以讲啊，他如果觉得应该讲出来就讲出来嘛。在野党不禁质疑陈时中过去身为卫福部长，同时也是指挥官，本就该受到监督，如今却反过来要求立委才该说清楚，难道是想甩锅疫苗采购的责任？记者谢宏、卢世国豪 SNG 小组台北桃园报道。上这个梦梦水独家配方起入入睡关键，舒眠的元素能够安定舒缓神经，让你身心达到放松。当中有传声调节情绪，增强抗压能力，还有德国洋甘菊萃取物可以疏解焦虑，帮助睡眠。睡前的30分钟来一包梦梦水，白桃风味，酸甜好喝。